几个人恶狠狠地下了车就往民宅走，而其中一个人手上还拿着刀。事发就在16号下午2点多，宜兰礁溪一名71岁方姓妇人与45岁侄子有3万多元的债务纠纷。妇人找来3名友人前往侄子住家要讨这笔钱，没想到一言不合引发冲突。其中49岁张姓友人持武士刀挥舞，侄子的左手小指被砍伤，而劝架的母亲头部也有撕裂伤。拘捕方贤、林贤、金优贤等人到案，19日在巡县拘提张贤到案。并起出犯案工具，全案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。这些最后通通都成为杀人未遂的证物，礁溪警方获报巡线追查，当天逮捕3人，以重伤害罪嫌申请羁押，检方采处方姓妇人限制居住，另外2人准押警戒。你涉嫌杀人未遂案，我们持拘票。交你具体档案。19号，警方又继续逮捕主要动手而逃逸的张姓男子，他也被收押警戒。所幸侄子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为了3万多元就找人助阵，甚至拿刀挥砍，姑侄之间直接撕破脸。TVBS 新闻简大成李云哲、林云文、依兰草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